哇哦，大佬，你快帮我摸个球呗！没问题，这都小事儿。这次感染之后，我的开箱速度增加了60%，再加上我本身的幸运属性，简直可以成为移动军火库呀！有没有呀？想要啥尽管来找我，童叟无欺哟！我全是老鬼，爹爹饶命呀！哎妈，幸好我反应快，不然真是了是跑不掉了。我说爹爹，我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为啥子针对我嘞？你不说你是军火库吗？那我能让你摸箱子吗？人家只是喜欢 cos 女装而已嘛。哇，小东方这么快来了，放心，你的球我帮你搞定了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放心吧，我一定护你周全。看我天地玄黄宇宙无望，人挡杀人，神挡脱身，夺命追魂螺旋球。我学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只是我想知道，你是不是一口气把球都用完了嘞？这让我如何报答师承？以身相许如何呀？你就不用报答了，因为你没机会报答呀。我去还来，你真当我好欺负呀？哼，看我不溜飞你！很久很久以前，巨龙突然出现，带来灾难，带走了公主，要消失不见。王国十分危险，世界谁可勇敢？因为勇者敢来大声喊。大姐大姐，我出来不行吗？我吧，小哥哥已经先我一步进了天。好了，不用感慨了，再不好你也快。不行，我要活下去，我要开箱子，我要囤积军火来报仇的呢。哎，没来抓我，那我可要翻箱子去了。嘿，不容易啊，终于能安心的翻个箱了。我要大手枪库。哎呦去！大姐到底想干啥呀？我不就翻个箱子吗？你许愿大手枪，真当我不知道吗？还想拿枪打我，简直做梦！哎呀妈呀，我的命呀，才这么苦呢！我只想翻个箱子，为啥子就不满足我呢？话说宝妹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？快关评论告诉三天吧，三天我爱你。